不了解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也知道，我都已经娶了若曦了，我不能对不起她，对吧？你不用多说了，我也不是非将你不可，你走吧。哎，胡小姐，我这次来是找你谈点事儿。合适，这地方说话不方便吧？不如咱们那就到病人的府上吧。好嘞，说吧，找我何事？胡小姐可曾记得？ 前几日我给你说过的一物香皂，如今我便做好了几块，一并带来。这是何物？透明一样的膏状，能有什么作用？还有些香气。它的作用可大了，可以洗洁衣物，也可以清洁身体。胡小姐可以把手放在水盆里。 然后用香皂反复搓洗。小心，去端木水来。哇，好神奇啊！没想到王公子还有这等聪明才智。你看，人家学富五车，不像你说的不学无术的败家子。胡小姐，可否喜欢此物？ 你能做出如此生物，当真是非同凡响，我非常喜欢。那胡小姐可有此物的销售渠道？其实是有，咱们卖出去可就要发了，不知王公子是否愿意合作？我此次前来就是想跟胡小姐谈合作的事儿。那太好了，王公子定价多少？卖5两银子一块。什么？宇哥。 5两银子是不是太贵了？会不会没人买啊？是啊，夫君，卖5两一块，我也有些舍不得呀。王公子，5两一块，莫不是太贵了？嘿嘿，我也没打算把它卖给寻常，一般的人不舍得用，也买不起。我只想把它卖给有钱人。这倒是好办法。那胡小姐可否愿意做我香皂的代理商？可以。 那我就试上一试。行，如果胡小姐把销售渠道打开了，咱们5五分成，一举赚钱一起花，我只管供应。很好很好，王公子真是年轻有为，放心吧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了。多谢，那我就恭候胡小姐的好消息。哎，这个王宇我是越看越喜欢，迟早我是想办法。 把你嫁给他，娘，这么想着这个败家子，这个王宇有这般本事，说是能嫁给他一切，也未尝不可。呸！谁愿意嫁给他做妾？我没说让你嫁给他做妾啊！哎呀，哟，回来了，嗯，没被人家赶出来。 你这个小嘴啊，就应该把你送到镇山苏的鱼档里面去杀鱼。大呼二胡四喊，带上咱们家伙事儿，整点心意。好嘞，好嘞。夫君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若曦，明天不是要陪你回娘家一趟吗？咱们整点新花样，就当是见面礼。谢谢夫君，你真有趣。玉哥，你看。 真的和你说白糖和红糖啊，那我真的。怎么样？你是吃糖啊，还是吃泥巴？来，来个糖。好。不甜，黑糖和红糖都甜的。嗯，是比红糖甜。就吃过黑糖，这白糖比黑糖甜好多啊。 这白糖确实要比红糖便宜点，但是要说要用的但是，那还是要分开。女孩子补血的时候，要多喝红糖水啊。呸！你赖！哎，玉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我？肯定是书上学的呗。大聪明！哎呀，雨儿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玉哥。 要不你就干脆嫁给你表哥算了。舅舅，咱们还是先谈谈怎么把这红糖卖出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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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。哎，这红糖卖300元钱。
白糖比红糖还要甜，那就卖400万。400万太低了，依我看啊，至少也得600万。嗯，卖的比红糖高2倍。白糖比红糖甜了1倍不止，我觉得卖600文也低了，应该卖800文。800文还是低了，再加200文，凑够1两钱1斤。表哥，你觉得呢？过几天再谈这个。阿三，你帮我买点好衣服。买衣服干嘛？玉哥，你缺衣服吧？过2天，咱们不是要回若曦姑娘家吗？再说了，先进衣裳，后进人。哦，好。若曦，明天就要回娘家。不怕，有夫君在，就什么都。好的。呀，穿这么好看，难道回娘家能多给你几分钱？先进衣冠，后进人。咱们之后还得去糖铺里面去卖糖。如果穿成平常百姓的模样，就算咱们拿的是白糖，也会被他们拼命的压低价。咱们去卖糖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假扮我的丫鬟？什么？我做你丫鬟？光宇，你别太得寸进尺。哦，那你还是去吃泥巴吧。那你到底答不答应？不答我死。大伙二伙思涵，换上你们的新衣服。很久过的他突然变苍黄了。行，你们过来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咱们该怎么做。让舅舅拿10两银子采购物资，马上就出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小姐回来了，那个人也来了。妹妹，你回来了。嫂子，受苦了。没有嫂子，对我很好的。他都把你写在借据上抵押给别人了，你怎么还为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说话呢？嫂子，那只是权宜之计，夫君都已经解决了，我没事的。真不知道他哪里好了，这个时候你还替他说话。走，嫂子有几句话跟你说，他有你哥哥招呼。大虎，哎。去吧。若曦，他还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是不是让你回来要钱的？嫂子，夫君现在能挣钱了，我们已经不缺钱了。他能挣钱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连个状元都考不上，又不懂经商之道。嫂子，夫君是真能挣钱了，他现在在庄里开了捕鱼铺，还有布庄，一天能挣不少钱。若曦，你是李家小姐，父亲在朝中又有父起之势，只要能治好你的夜魅症，你完全可以再嫁入大户人家。嫂子，好女不二嫁，我已经嫁给夫君了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哎，那个刘家那个刘建业你还记得？父亲几番起落，刘家都急着撇清关系，刘建业也是，没有提起他。最近刘建业老上门，有意无意地跟你哥哥提起，当年你们青梅竹马，他对你人痴心一片呢。父亲最近要复出，刘建业才上门，你和哥哥还看不出他什么心思啊？你跟你哥一样聪明，你哥也那样说他。那你和哥哥还劝我？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看那败家子儿把你抵押出去的事儿，你哥怎么能放心得下吗？没有二少爷允许，胆敢上城离府，还让人打出去。这两个家庭，这是我们家，这是我们家。哎。